头像颗芒果，想要一口，我们要来去郊游，大步大步走，看天空白云朵朵，是我的棉花糖。为了把气氛炒到最热，当天晚上办的第三场甜品类初赛跟总决赛，特别邀请了前20名到夜市的民众担任评审，另外聘请专业评审3人集体评分，选出最具有台东地方特色的小吃，现场便有丰富的摸彩奖品。台东的业者啊，真的是非常可爱，大家都费尽心思哈、哦、来改进，所以让很多人觉得说，我们台东的光夜市虽然不到半年，但是绩效跟其他县市比起来，大概都不逊色了哈、哦。没错，来尝一口，来，帮你拿麦克风来尝一口，告诉我们的摄影镜头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哇！我也推荐这个。酥皮浓汤你非常的推荐，为什么、因为它食材很新鲜，食材新鲜，那个酥皮很脆很好吃。这样子的一个好料理，夜市美食，你们在家会自己尝试 DIY 吗？可以的，就是烧酒精经常在做，这个可能还要加强，所以在家做是有难度的，到夜市吃比较快，是吗？对，要经常来夜市。第三名是竹飞咖啡，来，第二名的得主呢，哇，这个是吃的，今天也把食材通通都秀出来给大家了，这是我们的章鱼大丸子青铜羹，哇，谢谢。哎，紧张紧张，第一名是哪一家呢？哎，第一名哦，其实我觉得这位业主呢也很有环保的概念哦，我们来掌声鼓励，第一名的得主是酥皮浓汤，哇，挥挥手，谢谢。那这美食品尝哈，我们对于今天参赛的获得最后决赛的6名哈，当然我们觉得都蛮好的。事实上有很多的业者也蛮认真的，蛮客气的哈。可能在过程当中有的没有参加，不过都也蛮好的。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台东的县民，还有我们各地来的好朋友，能够有机会到我们观光夜市，每一家每一家的来看，来每一家每一家的品尝。我觉得一定会让你有很大的收获，谢谢。好，台东光夜市一连3周举办的夜市美食 PK 秀食艺活动，最后一天压轴评选出最具地方特色的小吃以及最受欢迎的夜市代表性的美食，前3名摊贩可以获得荣誉的奖状，并由县府免费协助强力促销宣传。高卫民的采访报道。